做好这个海底捞月了，然后推右腿，两手一拧，哎，刚才我们讲过一次了，就是好像有一个手里边有个湿毛巾，这样一拧，逆向的，哎，右手往下，左手往上翻，到腰间点力，然后往回退，往回返，拧，脚尖点地，右起脚，退步，右分手就是右手在外，在胸前呈十字形，反手推，两目平视，开裆下式。好。这个右分手呢，跟左分手的唯一的区别在就是左分手是左手在左外，手在，刚才这个是右手在外。哎，但是最后的这个动作展做开的是展一开样是的，一样的。哎，要领也是一样的。为什么会这样做呢？还是为了身体这个协调，所以编排动作的时候呢，就是有左有右。但是在接这个海底捞月的时候，其实我觉得这个步伐还有点碎哈。首先手上的动作要有拧的动作，然后还有回身，这个好像走了3步，大概是。他这个退2步，退的是2次，但是前边那个脚呢是一个配合的，配合的，你看这一退一步拧，这是这个脚尖也，然后再一退，又一下，对，都是配合手的来做，配合手的。那这个拧的动作，因为刚才也没太看清楚，再给我们说一说。这样呢，就是说给你意识呢，手里边好像个湿毛巾一样。这样一抓呢，哎，往这走，然后往回再一拧。其实这个时间长了以后，就是练你这个肢上的抓力。你看似很，哎，不是很用力的。对。这个刚才我们讲了一阵的这个用意。这个一年就好像抓个湿毛巾，时间长了有筋骨四梢。什么是四梢呢？两个手，两个脚，那个意气力就打到你的手指上了。也讲到了，他从这个这样慢慢抓，哎，抓就过来了。对，看老师的手都是一股劲儿一股劲的在动。哎，这个在术语里边叫钢钩劲儿。钢钩劲儿就跟钢钩一样。特别厉害这个啊，因为刚才我们动作是背过身了，我们现在再面向镜头把这个动作再做一遍，好不好？可以。还要接海底。其实这个转过身的动作相对还简单，因为只要记得过来的时候，对，右手在外，在外，对，左手在里就好了。那这个钢钩劲儿是怎么一个这个动作里边的一个特点？这是最大的一个特点。对。所以刚才坐着聊天的时候也反复在说哈，就是这两个动作连接起来之后，它所展现出来这个积极意义是大家最关心的。老师反复强调钢钩劲儿啊，在这儿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？这个钢钩劲呢，就是说你比如说抓人的时候，比如说我这样抓的，他的胳膊有这样抓是没有用的，这样抓对方的话，他也用劲儿。你像这胳膊也很有劲儿，尤其是在那个是吧？对，这个练了肌肉啊什么，你怎么能抓到呢？对，所以这个里边为什么要钢钩劲？这就我就不是这样抓了。你看我这样抓，抓什么？手指头是吗？你看他在这样抓，直接这样扣，直接这样扣，扣的这个穴位。这样一抓的话，他就抓你囊脉。你看这样，是吧？这个时间长了以后，这是什么穴位？您刚才点的？曲池内关吗？内关。也就是说，抓的时候你经常练了以后吧，就不用看了，这个穴位在哪？啪就抓住了，好，就当按摩了，于先生。但是你这个抓的时候，他经常要你，比如说在这个交手当中，人家不可能伸给你一个手，所以说钢钩劲儿就是在任何地方他都不是抓。你比如说这个手呢，啪过来以后，你看我这样抓，你抓着我，我抓你的，但是我这个劲呢是在这样抓的，又是手指。你看我这儿，他是这样抓的，因为你这样抓，你抓着我，我抓着你，用上劲儿。你这样互相又叫起来了。对。但是你叫起来以后，我不信跟你叫起来，我这个手是在这儿跟你。哇。他这个，这个是这个，
小学生就被抓住了，说抓筋拿脉，这个筋这一搓，嗯，就一搓，你老是用这个搓劲儿，嗯，哎，那你像这样抓都互相用上劲儿，谁也抓不住谁啊，嗯，但是我这个手呢，来再画一下这个方向，这个第二，到这边看，看到什么？你要用上劲儿哈，这样抓，你看我这手是在这儿一搓，嗯，他就对方是怎么搓的？没看清。你是捏他两边吗？这是为什么你就坚持不住了？我真没看出来。你女的就是我让你手略微夹在是，你用劲抓住我，纯劲抓住我。好，我现在我也给你这力，你也不疼，对吧？不疼。但是我这样，对。为什么我这个手这要这样抓？还是捏的是吗？不是，他是这样搓。错开了。你看你，就尽管换只手行吗？啊，疼。不，你这样说，你用劲抓住我，嗯，纯劲抓，我也给你这力，你肯定承受得了。对，这样都没有什么，就跟掰腕差不多。但是我这个手一用这个劲儿的时候，哦，他是这样错的，就是我们抓一错他就受不了的。然后你这个手，比如说这个手抓下来以后，他这样抓的话，他这样，你看，他都这样抓。这是用钢钩点穴呢，这个是。哎，所以说就是说你手也好，身体这个肌肉也好，包括你胸肌啊或者什么的，是用那个猛劲的话，就会勾上，啪啪就。一下就给他，扣住了，扣住了以后一般人都受不了，哎，所以在拳里边叫抓筋拿脉，嗯，但是我们呢经常这样练，先不考虑